程当中是成功的骗到 Aquino 的重心啊，所以在转回来的出手空间是完全没有人去给的。工程师的比数被越拉越开，迫使他们在第三节尾声要再花掉一个暂停。这几波这个外线攻势真的是让工程师完全无招架之力了。哇，板凳上面的台总立中哥，哇，非常的振奋啊！哇，董事是比球员还要嗨。其实他就是希望说能够看到球员这样子的去享受比赛，因为所有球员都在场上，是不管是球进不进或者是失误，球场上的球员都有很好的良性的沟通，而且是面带笑容的沟通。那我觉得这就不是，因为有时候面带笑容的去沟通，有些人会觉得是随便，但是在今天的梦想家看到每个球员的表情甚至是信心，我觉得这个是梦想家的关键。